欢迎收看本期的猎杀生存第一期，然后可能没有下一期了。这模式十分的简单，在四分钟的对局中，一个猎杀者将要击杀七个求生者。时间结束前，猎杀者淘汰所有求生者则猎杀者获胜，如果未全部击杀则求生者阵营获胜。具体的规则的细节就不说了，看就完事儿了。如果你发现有个逼能他妈跳十几米，不用想，这就是规则的一部分。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猎杀者尹潮。好他妈中二啊！第一张图，废弃办公室，场上的七名生存者就是这些带头机器人，他们其实并不带头，他们的实力都是战神起步，甚至有两三位是本赛季的传奇，所以生存者阵营的操作自然不必我啊！哎他妈，怎么有一个人把自己操作没了？让我们看一下鲁奈选手第一把会躲在哪里？想上房顶上不去，有空气墙啊，躲楼梯下了。这种位置被找到就直接死了呀，丝毫没有可以秀的空间。哦，鲁奈选手也知道了。啊神他妈倒车入库，我还以为他要换位置了呢。而在同一个时间点，其他人正在四处找自己的位置。这样哥怎么跑着跑着刚猎杀脸上了？此时的这样哥正在玩着太空步。哦，这可能不是太空步，这个是蹦蹦床。哎呦，找到家了，小房间。这位主看了好想笑啊。猎杀者将要出动了，参加这场盛大的演出了吗？往广场走。此时广场外边的黑夜使者仍在尝试跳到房顶上，人已经到了呀，再近点了呀，黑夜使者啊，他没看到，我操，什么星际玩家啊，跑了。黑夜使者撒腿就跑，顺手封个烟，跑得好快。而此时的猎杀者又看到人了，这样也同样把烟交了，保命的烟一交，等烟没了，他可能就要没啊，他以为那个人摸进不跑掉了，那人就在房间里啊。完了，又看到人了，猎杀已经被两个生存者秀过了，这不会还能被第三个人秀吧？在疯狂跳跃，左右横跳，我操，好秀的生存者，他一个人拖了十几秒了。我操，刚刚那个黑夜行者跑哪去了呀？黑夜行者绕了一圈躲在楼梯下了，旁边就是英超的脚步啊，英超跑了，英超再加三个 UAV 就出来了，前面就是鲁奈的家了。啊，他也没走，但隔壁有人，他没有往左边看，头上的威尔奎直接捡了条命，溜了，他给道具，英超没有看到他给道具干嘛呀？完了，这个烟直接给鬼子吸引过来了，鲁奈他妈在楼梯下直接妈卖皮，默默的给自己补了颗烟。鬼子过来了，撞脸了，威尔奎直接当场投意，英超在后面追，威尔奎啊，他躲箱子后了啊，我操，我完了，没看到，快跑，手里已经没有烟了，怎么办？威尔奎疯狂秀，秦王绕柱，我操，秦王绕穿。什么人皇啊，妈的，我刚夸完的，操，又一名生存者阵亡了，这个黑夜使者他妈的，我靠，又没搜，这楼梯下真是个好位置啊，但等英超的 UAV 出来后，他们的位置都得换了，看一下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好吧。 L 哥要撞脸了，你好啊，看到人了，快跑，封烟，光速开溜，这块地方不好绕的呀，别人跳一下就能看到全局了，长眼里又出来了，哎呀，翻不进去，跳太高了，怎么办？肯定要死这了。哎呀，没了 ，L 哥，场上仅剩三名生存者。哎，鲁奈怎么出来了呀？那位置不挺好的吗？干嘛要出来呢？这位置不是还更容易死吗？英超在走廊，离鲁奈越来越近了。鲁奈就在旁边，就在隔壁。完了，又被搜了。完了啊！哎呀，这位置跑不掉的呀，躲楼梯下不香吗？英超已经开 UAV 了，一分钟抓两个人。暗夜使者就在脸上，看到了，喷了一枪，完了，暗夜使者没了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拖延时间，让英超没有时间抓最后一个幸存者。还在跳，喷长了，看这枪，哎呀，又马枪了，他太高了，快跑，黑夜使者！哎，不对呀，他是跑的方向怎么往他队友那靠呢？他不会给他队友害死了吧？不会吧？吉安很慌，透过窗户看到对方越来越近了，黑夜使者已经死了，1v1，英超可能看到他了。他也知道想跑，哎，啊！我操，什么星际玩家？你怎么没看到他？默默又退回去了。接着狗，狗这种位置不会能赢吧？十几秒的时间，英超越搜离他越远。最后几秒钟了，英超可以搜到吗？完了，搜不到了，路程已经很远了，看到对方了，但已经没机会了呀。虽然这一把只是娱乐赛，不是正赛，但是生存者可以打架已经可以了。那么最后再说一下吧，这是一个新系列的视频，反正这个系列感觉挺好玩的，但是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，之后我会看一下这期视频的反响如何，毕竟如果喜欢看的人少的话，那也没法做。
他们的正赛我还没有做，但我感觉他们打的娱乐赛都可以给我做好久了。行吧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什么意思？这太阳可是cos贩卖机是吧？神他妈这一个屋藏了两个人，真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呗。完了，被看到了啊！完了，我操我操，这能跑？我靠！上面那一个人直接延长寿命，这他俩还有配合的是吧？哇，下面这个人可以，这还能溜，还能溜啊！不会还能跑吧？啊，好，那没事了。